我们民总监就惨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都不知道爸爸是谁呢。我说这是重放大幸，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，这孩子也够可怜的，估计也不知道自己爸爸是谁。林希月，你有毛病吧？需不需要我帮你醒醒酒啊？嗯，我说错了吗？我刚才哪句不是实话呀？糟了，民总监不会告我诽谤吧？ 不知道民总监会不会解释，可能啊，自己周夫人的孩子爸爸是谁，就是谁，之前一直吃饭都聚聚了，说不定是疫情不送的。林总监，您就说说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关于民总监的私人话题呢，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呢？来，儿子，这什么情况？新怎么了？不是，嗯，他的父亲就是我。 早就和你说了，这种事情不需要再替我隐瞒。你和儿子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。林总监似乎对别人的私事特别感兴趣，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这就是我不投资你们观潮的原因之一，不喜欢与小人为伍。